你哋有能力嘅人係一定要為下一代準備一個外國護照，就正如林康正當年喺英國讀讀書逗留十年，就係為咗攞埋英國護照啊嘛，同埋多有多少有多少嗰啲咁樣啦。嗯 ，OK。如果唔係你讀完嗰幾年書翻咗嚟啦，玩咯之後。OK。咁你因為你要攞埋英國護照，咁要留喺嗰度，你先得玩啫。你唔係因為玩玩到咁上下，不如攞埋護照唔係噶嘛。OK。